的外卖时间到。Shumai and sushi and salmon。刚刚吃好了午饭，然后他们现在在客厅玩 Xbox 那个赛车的游戏，那你们去看一下。这个是邻居家给我们的 cupcake， 已经吃掉两个，现在我在烤鲜肉月饼，然后想说待会给他们也尝尝看。烤好啦，出炉啦，哇好烫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小区，很多人他们就是装饰那个 Halloween， 还弄得蛮好看。这个是艾瑞克新买的投影仪，想在孩子们的房间看电影。把这些桌子上的东西拿掉，正好这面整面墙可以当做投影的屏幕。电影开始了。
Okay, Preston, roll it. Mm-hmm.